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甜心。这里呢是在香港的荃湾菜市场街头。菜市场街头呢人来人往的，人流量很大。大家出街哇，呢都生是意很好自好。觉的戴口罩的哦。大家也是很自觉的背着环保袋啊出街的啊，大包小包的拖这个拖车。带大家一起看看街头的情况吧。很多人等在这里等小巴呢，这是一个小巴士站啊。对面是小巴士站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！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！下期见，拜拜。